小姐一个人吗？有位子，谢谢。我可以坐在这儿吗？ 正愁一个人吃饭闷呢，就碰见你了。我真的没想到，你和高木能做出这种事儿。我知道你们都很恨我，但是我必须明确的告诉你，高木在高栋背后做的那些事情，我真的不知情。 我们已经分开了，你们分开了。道不同不相为谋吧。中间的过程我也不想再多说了。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我现在的立场。高木这个叛徒，有机会一定让他付出代价。挺对不起你们的。在他偷取成果的时候，我什么忙也帮不上。不过也是。 他的心都已经不在我这儿了，又怎么可能听我说的话呢？离开高木是非常正确的选择。其实我想得明白，我就是觉得当初的自己太傻了，帮他做了那么多的事。那个时候，各个厂的厂长跑来公司围追堵截的，都是我在帮他挡。 还有李厂长跳楼的那件事，是我封锁了所有媒体渠道，才没有让商鳌被舆论压垮。你说我是不是很傻？商鳌的这些烂尾巴都是高木让你收拾的，对吧？所以关于商鳌严明材料的相关资料，你一定也有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，你很清楚。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。 虽然我已经跟他分开了，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得不到的撒泼的可怜女人。把资料给我。你的意思是？不用你做，我来做。